这是一座迷人且优美的小岛。噩梦岛。欢迎大家来到势在必行野外真人秀寻宝大探险的现场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想破坏我的节目。这次我的目的很简单，我就是想要那五百万。要不是那五百万，谁他妈来遭这个罪？情义，别给我提情义。停住，停住。这么漏洞百出的真人秀都能把你们召集过来，这里有多危险你没看到吗？我得让你们死。走。